话，讲什么无法度甲你做伙过后半世人，因为伊是灾难之躯。灾难之躯？我嘛唔知影什么意思，啊，万一伊嘛唔讲啊？无啊，敢会是甲迄个活五百年妖怪有关系啊？真有可能。也不过我无相信什么灾难之躯啊！你阿公阿我替伊搏强，一定会有道理。就算我是伊命运，我嘛想办法化解。那你要怎做？管理，你实在受够幸福呢！无我那是会当娶到你哦，迄真正是伊的福气。你莫胡白讲。你呀、啊，这是不完的精灵天路。是你头一摆，无甲代志做一半就放弃，我实在替你足欢喜的呢。